其实距离《镇魂》的开播已经过了有一年的时间了，久别重逢，有没有一些话给对方啊？好久不见啊！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场景？好想给他这感觉。你好，赵云兰。放开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在拍戏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有默契，本身就有一些默契吧。然后两个白羊座，他的性格特别好，就是一个特别敬业的男孩。我们俩关系本来就挺好的。我们私下也会经常聊天啊，互相打游戏，互相怼一怼之类的。色心中红豆，咽下来都。你难忘的一场戏是什么？这最后，这个。看，很好。薛龙飞车。薛龙飞车。镇魂这部剧呢，可以说是暑期档最受关注的一部大剧。其实有很多时候就觉得演戏，也就像是做梦。因为太美好，所以都像梦一样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就会发现你可以通过另外一个人去表达自己，你在现实中也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一些情感。其实我最清楚，听着情歌，纪念咒语喧哗，一次对当中有你，当中有我，感觉已经在那大套圈了。我只能说入戏太深了。我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你可以在大荧幕上大放光彩。他对你啊，过分关注。现在是敏感期，不适合捆绑在一起，所以我只能压抑自己内心。停留前走近，舍不得然后，还是凭我手翻开记忆，当天初邂逅。愿放开拳头，就更加自由。从前像到大飞过，转折交错，演唱会重播，遗留下从来未点的歌，逃避去捉摸，唱着情。我们一直都是朋友，从来没变过。